原标题1971年中国重回联合国，美为何不一票否决，中否决无效，提及中国重返联合国，怕是没有人能忘记中方代表乔冠华的仰天长啸吧。爽朗的笑声在联合国大厅的每一个角落激荡，至今隔着时光，仿佛都能触碰到这份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与自豪。中国也在近百年的奋力进取中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，曾经的苦难已经化为了前行的不竭动力。1971年，中国以76票的赞成票重返联合国，而作为常任理事国的美国为何没有行使一票否决权呢？人尽皆知，台湾国民政府一度是对外的正规政府，新中国成立之后迫切需要得到外界的承认，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，获得完全的外交权，以一个中国的姿态代表台湾行使合法权利。要想得到世界的承认，必须要解决重返联合国的相关事宜。在联合国大会上，美国未能行使一票否决权，是因为章程中明确规定行使否决权必须是安理会的工作决议，而很明显美国没有权利行使一票否决权。就像中方所言，否决是无效的，因而中国要想重返联合国，不必顾忌大国的阻挠，只要确保有半数以上的支持票就可以了。而当时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，身后多的是国家前仆后继跟随左右，要想从这里寻找突破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，只能从其他方面着手。第三世界国家与老牌欧洲国家进入了我国的视线。1947年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，虽然使欧洲的经济恢复到战前状态，达到空前繁荣，但是随着美国文化渗透的加强，欧洲越来越希望能发出自己的声音，不再受美国影响。这次联合国大会就是一次很好的契机。而第三世界国家一向与我国交好，我国在国内普遍缺油少粮的情况下，还大量援助第三世界国家，正是因为我国的人道主义援助，才使得我国被一路抬进联合国。总之，我国能进联合国绝对离不开老一辈外交家的积极奔走与游说，即使美国及其背后的反对者不满，也无法改变中国得到联合国认可这一事实，反而常常被打脸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